个小孩子，然后剖心肝，哎呦，然后用心肝去酿酒。他说吃了可以活1111岁，结果下面的时候一掉下来，一半的那个骨头蜂窝掉下来，全部飞出来了。下面在看着一些邻居左右，我还有我们工作人员吓坏了，吓死了。为什么？因为蜂啪跑出来，关灯，啊，电脑电价，哦，啊，即马是。按照即马是开始袂听了对吧？即马也淡薄静静啊，哎，很静静啊，哎，会肿起来，会刺痛啊，它有这样刺刺的感觉啊。这个世界你到底了解有多少呢？欢迎收看《不可思议的世界》。今天我们昆明透视镜的单元，潮新哥要带各位观众朋友进入酒的世界，去寻找让男人喝了会雄壮威武，女人喝了会春心荡漾的美酒，好期待哦！然后呢，在进入到这个美酒世界之前，先听听今天来的三位特别来宾告诉我们，哪一些男人为了让自己壮阳，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行径行为。其实以我的这个接触的人当中，但比较少，但我一定要讲的说，那个时候我刚从学校毕业，我在某一个报社实习，我不要说是谁，那个人是报社的老板，那你就知道这是小的报社。你知道以前我们常常有一些小的报社，那这个报人很有名，为什么呢？他其实在这个就报界还蛮久的，那他现在已经往生了啦。不过他让我真的是大开眼界，因为我们每天去上班，你知道他是那种就是他的家跟办公室有点，就是他的办公室，然后后面他们后一栋是他们家，那在他的办公室里面，我就常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就是像一个透明的那种，我那时候不知道那是什么，就是一个透明的玻璃罐，那里面就各种动物都有，各种动物。这我有一次看过，我认得出来是蜈蚣，因为脚很多嘛，脚什么五毒什么，对对对，就写酒吧做巫术的吧，我不知道那是酒或什么，我只知道就是泡一个东西在那里，就一罐这样。那另外一罐更恶心，就是那种像蟾蜍的东西，那个形状我认得出来，究极耶，究极有，对，我不知道它哪来的。之前有讲过那种补酒会不会类似那种的，那种药。讲酒吧，我一直以为他有做动物标本的事，不是很单纯，不知道他干嘛。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跑了一个新闻，中午回来就是说老板请大家吃饭，我才发觉原来他中午就吃饭的时候就要喝一杯那个东西，而且他自己决定，比如今天可能就打开那个蜈蚣那一罐，他就喝一小小的杯子，用一个一点点，不能喝太多那东西，他就是吃饭前他就会喝，就会冻到了开心地嘛，对吧？对，我觉得好奇怪。我后来离开那边，我跟那边的职员聊天，我才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位报人哦，他有这方面的问题。他其实有两个老婆，对对对，你知道员工都喜欢讲人家的八卦。原来他的故事就是说，他又爱女色，可能早年就是做太多了。你知道男人有时候有这种问题，不是天生的，就是一夜情或什么对象太多，喜欢玩酒店，久久他就没有办法。可是他又很在乎这种东西。他的朋友就送，一开始是送他，所以那我看到那个蜈蚣是朋友送他，让他重振雄风用的。对，然后他已经越来越依赖那个东西。听说你看，像我知道是中午他就喝，那晚上如果他去找他的小老婆的话，他就必定带其中一罐去喝，那还不打紧。后来人家传出来哦，说是没有用。就喝了没有什么效果，因为你其实这个东西我不清楚说是怎么回事，只是就是说他喝的越来越重，就是中午他会喝一杯，那晚上几乎就是两杯，哎，这已经不行，其实不好，哎，对男生来说不好。有时候会干那个什么某暴性肝炎。好，重点就在于就是说，因为我后来有接到他的复文，就是他往生的状况就是在。我们讲的马上疯，最后的状况是跟你在做一半的时候，他觉得已经惊得不行了，他要去拿那个杯子的时候，死在那个女生的那个身上，是要去喝的时候。那旁边那女人一定吓死了。不是，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种东西其实是有很大的副作用，因为医生检查，他是整个血管全部阻塞住，是哈，就对他那方面没有帮助，反而就是整个爆血管。有心血管疾病的人，不是我这样讲，大家会不会不敢喝？其实这东西还是有副作用啦。当然有，听说有高血压、心脏方面。你像威尔刚就不能够心脏病人对对啊对啊，他会让血压升高或者一下降太低。对，但是有人真的为了壮阳，让自己嫩化而更雄壮威武，不择手段呢，很凶残呢。那个中国这个历朝历代哈，
这个当皇帝的哦，闲闲没事做，反正就一天到晚想一些有的没的。研究长生不老丹啊！对，我知道你要讲，就是因为皇帝都过度使用。没有没有，刚刚盛梅在讲，盛梅在讲那个抱人的时候，我就想起明朝有一个皇帝哈，明武宗哈，他做了一个抱房，就是那个虎豹的豹啊，虎豹的豹，他养了几只豹。然后关在笼子里面，对，就是活生生那个豹，然后关在笼子里面，公的母的豹，然后呢，他就把这一个，他这个有怪癖，他就专门哈去民间去搜寻哈，看哪一家有寡妇，然后寡妇长得不错，然后就把他强行把他征，就把他抓过来，然后就在这个豹房这边跟他行房，然后让那个豹啊，那个母豹跟公豹看了之后啊，他们也春心荡漾，因为动物之间大概有这种感应嘛，他们也在那边做皇帝跟寡妇正在做，然后那个公豹跟母豹也一同在做，对，没错，所以有一个豹房啊，这个皇帝里面搞了一个豹房。另外一个更离谱的事情就是潘潘你刚刚讲的这个，有一个明神宗啊，神宗皇帝。他是非常离谱，他到福建的这一个福建的乡下哈，叫这个兵哈去抓小孩子，去偷去买，啊，去偷去买，然后搞了1000多个小孩子，然后活生生就把人家脑袋剖开，然后就去泡酒。他说喝了这个酒之后呢，功能就很强。活生生的小孩把他们脑剖了，是脑泡酒。然后更离谱的。进而就是把那画儿割下来，把羊具割下来，也去泡酒。童子鸡，童子鸡，对对对。结果福建地区哈，这些老百姓已经不是敢怒不敢言，你把我小孩都杀了，我还有什么好跟你忍的呢？所以呢，就发生叛变。后来呢，就不敢再弄了。一千多个小朋友的脑袋跟羊具。狠哦，这种真的太凶残了啦！太变态了，对啊，他是后宫一定是蛮多的吧？后宫佳丽，虽然喝了那种酒，然后又看豹，然后豹也在看他。说老实话，这个东西啊，就是会有报应的，它慢慢也不行了嘛。没错，一定会倒洋的。而且那时候没有 DVD， 也这么麻烦，要让豹眼给他看。他们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的这个夜店知名的驻唱歌手，他要教我们一招，说男人有的人专门喝羊奶头酒就可以壮阳，这是相当特别一个羊奶头酒。那羊奶头是什么？是羊的羊的那个？我刚刚已经听到大家很多疑问了。其实呢，羊奶头酒它只是说它外形相当的像羊奶头的形状。哎，您可以伸起您的拇指，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就在大颗啊，对对对，是一个植物，像黑枣一样，对，它是绿色的植物，可是它的形状相当像羊奶头的形状，尤其它切开之后，它会有那个乳汁，所以它顾名思义用这样的一个瓶子。这也是我一个朋友，就是我的男主唱，他亲自告诉我的，因为呢原住民嘛，他来自台东，所以呢他也钻研很多不一样的植物性养生，当然喽，养生也包含说他的声音相当。特别，因为原住民天生就是声音高亢。对，但是呢，也有很多人问啊，为什么他年过40几岁了，但是呢，女朋友都是20出头的妹妹，只不会瓦凉，赶快来，都爱他爱的要死，年过去这样。我应该介绍那位男主唱给你认识一下。真的、哦，真的，如果年过40还可以把20岁的小妹妹，当然是有 paper 的啊，因为我们私底下也问他啦，当然也不是天赋异禀，他当然是后面呢有一些小小的技巧，就是呢，他常常在上台前呢，他会很骄傲的拿出他的差不多这么大一瓶的。羊奶头酒呢，然后就喝了，这么大，差不多慢慢喝，因为我们一整个晚上呢有3个小时要唱润喉啦，对，然后底下小美妹就坐在底下嘛，等她下班，所以呢，那当然喽，她也常常很自豪的说呢，哦，待会我等一下喝了这一杯呢，等一下 key 可以高2个 key 哦，哇，马上开一场爱情酿的酒，马上升2个 key， 当然喽，她说很骄傲的是，她回到家之后，她的女朋友。开玩笑，在床上 key 也会高亮，这是他最骄傲的一件事。这个好笑，所以说这么久非得要找一找不行了。对，所以羊奶头可以让你的女朋友 key 高2个 key。对，不论是养生还是养下半身都是很 OK 的。你这样你要赶快公布答案，不然我们网站会被塞爆。真的，羊奶头酒怎么制作啊？然后怎么喝啊 ？OK 喽，那我们就叫现场来宾继续的，对不对？密切注意我们的节目一下嘛。啊，你今天不公布吗？哎呀，其实羊奶头酒的那个它的方法。
很简单，主要呢，你把它剪下来之后呢，然后泡在高粱，然后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对，然后就慢慢的可以，从哪里剪下来？对啊，去哪里找羊奶头？这个就也可以去买啊，因为在一般的中药行也有，你可以，对，它可以帮你。这个还是要结合酒类啦，它比较能够提升它的这个冲药。像我们这样子的做法是一样的吗？高粱酒，然后泡那个中药行买的羊奶头，对，把它泡满这样子。哎，那么大家可以试，但是有心血管疾病的还是要提醒你不要轻易的尝试哦。那么现在大家赶快跟着曹新哥的脚步去看这个可以让男人重振雄风、雄壮威武的美酒。那个黄蜂哈捉他的时候，因为我被叮了之后，因为那个时候还小嘛，是发高烧三天，小朋友发高烧三天，三天哦。社会秘辛，数不完的人间百态。慧秘小组今天要带我们的观众来看一看酒的奇妙世界。哪一种酒可以让男人喝了之后大展雄风？哪一种酒女人喝了之后春心荡漾嗨翻天呢？人家说十八人上涉就不了，四十岁以后完全靠一张嘴。那么到底哪一种酒可以让男人喝了之后精神百倍、精力旺盛、强强一杯瓦凉呢？根据慧命小组的调查，在台北市天母地区就传说有一位高人藏有一帖私人的秘方，可以让男人喝了之后高亢不已的秘方酒。然后你只要有泡一种酒，有十八人吃落会大振雄风，是什么款的酒？以我了解，拢有。我家浸的火头房酒啊，对身体拢最好。安尼吼，恁的皮肤啦、钙质啥，啊，加咱十波人增加免疫力拢最好。哦，算你讲讲有较客气，就讲食十波拢食落去，较哦，这个精气神都很好了，对了。当然啦，因为这种野生的啊。啊，一般你是安怎去练？一般是拢家己，拢咱消防队甲我报啊，啊报我就是拢家己去山顶家己去找。阿文抓虎头蜂一定有二十几冬的经验，有虎头蜂达人的称呼。在天母地区，若是发得到虎头蜂的兽，消防队那拢叫伊来协助处理。这慢落的虎头蜂的兽，就变成阿文调配虎头蜂酒的主要秘方。看阿文啊，汗臭这么好，卖在想着讲，伊调配出来这款的虎头蜂酒，饮落了后，绝对是精神百倍，做代志起来嘛是绝对是棒棒叫。一般来讲，唔是讲这个蜂呐毒性较强，伊会泡出来这个咱你讲的这个酒吼，功效比较好。当然啦、啊，你亲像我浸这几样的对不？迄、那个毒浸出来，迄、那个毒安尼，伊即卖食到迄个酒的时阵，迄、那个毒就散出来。所以你头拄你讲的，讲是假肾功，迄、那个精气神，钙质较好。你骨头钙质若饱着，你的酸痛就减少伊啊。是，对你最严重的啦。啊，你若稍微的酸痛，你若钙质若饱的时阵对不？就拢会做紧落去，较袂遐酸痛。啊，不过唔是先等你来食饮嘛。当然。啊，只要要困的时阵哦，那较会啉的一杯啊，较袂啉的半杯。啊，你若要放空过哦，提早半点钟哦来啉哦，啊来。你慢慢话就是讲炒饭就对了。对。所以你讲对十波人这款有真有帮助。啊，今麦咱这几款有什么分别吗？有啊，你若亲像这就是这个螃蟹加汁的。螃蟹加汁。阿文讲，虎头蜂内底的蜂蛹加酒，用果汁机泡成新鲜的蜂蛹酒，是伊精神百倍、精力旺盛的主要来源。伊普通时出门做代志，都会事先喝上一小杯。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酒呢？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昆明小组要求阿文带我们去寻找虎头蜂窝。阿哥，亚中杯吗？今日拄好就在这个时阵，阿文接到消防队打电话来咧通知，在附近的民家有虎头蜂兽，爱去协助处理。好啦，我直接去消防队就使嘛。去消防队时，那恁家对我再拖去处理。昆明小组跟随着阿文的脚步，来到了消防队天母分队，与小队长阿贵会合，并在阿贵的带领之下，前往发现虎头蜂窝的民宅勘察地形，准备抓蜂行动。哇、哦，很大哎！这箱哈，这箱有多大？开始扩大，开始过一直做，一直做。嗯。啊，那做个树皮型，伊咧型啊，较无同啊。啊，那这款那做个基本型，你知影？啊，一般的树木这款嘞，无定格着吗？
有啦，因尾也是看到芳啊，芳飞来飞，咱知影看到电光芳是啦，这样挂。所以你基本上你讲你因外口内底有他窗帘，所以他没有注意到。就没有注意到，对对。啊，那是有浮动飞来飞去啊，那才看到。那奇怪，这边有浮动，要看上面才看到。是。第二个所在是对。第一嘛，第一。过来看嘛。这是。哦，你啊，喂，有介大个呢？系啊。这个虎头蜂鸠真奇怪，竟然连七楼高两个塔门中间的外墙，两边都没有攀爬的着力点，困难度相当的高。阿文到底要如何来处理呢？令人相当的好奇。他抓到的，他就把它泡起来，泡这个虎头蜂酒。虎头蜂酒，用那个葡萄酒，然后去酿这个虎头蜂。虎头蜂它会一到酒的时候会吐出那个毒液。但它经过了差不多要半年一年的时候，它就有它的养分存在。所以这已经泡超过半年了。对，没错。啊，男人喝了这个就会大展雄风，够筋骨了，就会下半身肿大。哎，那么现场的男人，男生当然要喝一下来。峰哥来我们节目贡献这么多传奇故事，这还得了吗？王大哥，你对两位酒醋妹啊，给你倒满，是啊，要倒满，你叫峰哥怎么得了？这边有爆房吗？这一杯是赏给王峰太太、王峰大嫂的，他自己也不忘来一杯。OK， 喝喝看，告诉我们是什么感觉。这个我们请王峰哥来先讲一下心得。其实我小时候哈也被那个黄蜂蛰过，你说的那个土蜂就是黄蜂，那是很凶的。那个黄蜂哈捉它的时候，因为我被叮了之后，因为那个时候还小嘛，是发高烧三天。小朋友发高烧三天哦，那这个没办法，一定要把它摘掉。那所以曹鑫刚刚讲的是正确，就是说通报消防局，因为晚上嘛哈，乡下晚上没有什么灯嘛，没有什么灯光，聚光。然后那个消防队哈是用火攻，对，用火攻的方式，因为这个蜂哈到了夜里面的时候，它的那个眼睛是复眼，是它复眼，你看到那么多灯光哈，它是迷迷糊糊的，他搞不清楚，所以就趁这个时候就用火攻把它整个烧掉，烧掉。对，啊，你赶快喝一下，告诉我们。哦，这样，我本来是想说，刚你在偷喝，用这个话来避开喝酒。那女生可不可以喝？一样可以喝。哇，好酒量，好酒量，感觉如何？很香哎，而且。通常那个酒的话，喝了会从喉咙这边开始不舒服，要喝。它是从这里开始热起。对，它是从肚子里面开始热，在冬天喝一定哦，一定更棒。哎，下去头脑一股暖流，然后觉得很清新。对，没错。那我现在喝下去头晕晕的呢。真的吗？你要开始说你的八卦了吗？开始穿起八卦了。那悠悠嘞，帮我们试喝一下这个右泳去打的，感觉如何？有春心荡漾的感觉吗？不怕你骗啦，待会一个人吗？老婆女朋友就来了，马上有感觉，你到王大哥完全傻掉了。我反正左边右边都很安全。我可以敬你一下，我可以敬你一下吗？哇，这女人喝的相当不错，当然男人是开始。这边开始泛红嘞，然后等下脸在泛红，苹果光的，然后他等下就唱歌，我跟你讲啊，好啊好啊，待会就劲歌热舞了。好，还有你刚刚讲那个皇帝，还有哪一些秘方现在传下来的？皇帝哦，其实啊，有一个是最离谱的一个皇帝啊，他要的东西哈更多，这个就是明朝的这个嘉庆皇帝啊，他要四种东西。第一种就是秋实，秋实就是说要从童子尿，童子尿就是零岁到四岁，不能超过四岁以上就不要了。从童子尿当中提炼出一种叫做秋实，秋天的秋，石头的石，秋实，然后每天吃秋实。可是童子尿怎么会提炼出结晶？因为它就是一种无机盐，就是说把这个童子尿拿去晒太阳。晒到后来就会有结晶，其实就是盐嘛，其实就是盐嘛，就跟海盐一样，哈，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他认为说这个是秋石，秋天的石头，吃下去很管用。另外一个就是说叫做寒针饼，寒针饼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小孩子啊，在母体里面哇哇落地的时候啊，嘴巴里面，因为小孩子这个嘴巴不是原来是跟这个母体哈、啊、是连在一起，脐带连在一起，那剪掉脐带的时候呢，嘴巴里面会含一口血，
那生下来的小孩呢，就要把这个血抠出来，然后呢就集中了很多这种血，然后做成一种饼，叫做含真饼。含就是含下去，含在嘴巴里面的含，真就是真假的真，饼就是月饼的饼，珍贵了这样子。对对对对，他说吃这个也是很管用的。另外一种叫红铅，红铅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女孩子的初经，有的比较早熟，八岁就有初经，有的比较晚，十四岁，八到十四岁之间的这种初经，第一次的这种月经，他把这个血集中起来，叫做做成红铅，红铅什么？一种粉末状。那不就民宅的话，你如果有生女儿的，哎，刚好你就每天就要看她第一滴血是什么时候流下来，要把它接住就对了。没错，没错，他就搞纲了，对了，他全部要把搞纲了，因为皇帝嘛，他这个权力太大，他可以去乡下把这些农夫的这种女儿就把他抢过来，啊，蓄养在宫里面，对不对？另外就是说，红铅有另外一种用途，它可以酿百花药酒，就像刚刚各位喝的这种药酒，他就把红铅，就是女孩子的初经，把它采集起来泡酒喝，叫做百花药酒。你听这个名字就春心荡漾，更不要说喝了。所以他这个实在是这个明神宗皇帝啊，实在是荒淫无度到极点。但是呢，《西游记》里面有一段记录更离谱，叫做比丘王国。他说3000年里面有一个比丘王国。比丘王国的国王呢，他更凶残，他抓小孩子，他看到小孩子就抓，抓了1111个小孩子，然后剖心肝，哎呦，然后用心肝去酿酒，他说吃了可以活1111岁，才怪，哎呦，为什么狼心狗肺了嘛，这些事情都可以为自己找到合理的借口啊？什么比丘王国？不过这件事情说中国原来酿酒的这个文化，那我比较好奇是那个百花，对，说那个百花酒就是皇帝会找后宫佳丽，然后你一杯我一杯，然后喝的大家，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有各式各样的这种。比如说爆房这种需要嘛，哈，那喝了之后，这个做了之后啊，总是很虚嘛。那百花药酒就可以让它回神，就可以让它回神。什么大杂交可能就从那时候开始。没错，轰趴就是那时候来的。真的，那么你看到今天现场采到的这个珍贵的药酒呢，这个蜂蛹酒，到底采集的过程有多么艰辛呢？现在就来赶快让大家看一下这个辛苦的影片。虎头蜂真歹，真危险，要抓伊真困难，要拆伊手更加困难。你是啊，有机危险。所以，我们昆明小组与阿文相约在晚上展开抓蜂行动。等到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阿文带着我们昆明小组来到了这一处困难度比较高的民宅，正式开始行动。后门扣起来。扣住！我本来今晚要开始啊，我要开始啊！他跨过去，跨过去，你们就在睡里面。开始！有走出来，你看，有啊，哎，哦，走到这遮水，哦，哦，真难骂嘞。进来，进来，慢慢吃。在乌漆的黑夜当中，我们为阿文捏了不少冷汗，但他却动作利落，三两下就把藏有300-400只的虎头蜂窝给装进网子里。来，你吃，这袂使去摸哦，这摸买你会吃，会给你吃哦。好，你吃。安尼，行，咱来第二站，行。接下来，阿文又带着我们来到了第二处有蜂窝的民宅。这一个原本研判简单拆除的蜂窝，却没想到在拆除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可怕的意外。
关灯。啊，电脑电价。哦，这嘛是，按照这嘛是开始袂听了对吧？这嘛也淡薄静静啊，嗨，有静静啊。窗户上，阿文在拆除时打开窗户的那一刹那，蜂窝一分为二，有一小半的蜂窝从七楼掉了下来，虎头蜂四处乱窜。此时在现场围观的住户尖声四起，纷纷避进屋内。而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在顶楼拍摄的特命小组成员已经被虎头蜂给叮到了。关灯，啊，电脑定价，哦，啊，这么是。按照这嘛是开始袂听了对，这嘛也淡薄静静啊，哎，有静静啊，哎，会肿起来，会刺痛啊，它有这样刺刺的感觉，对对对，好像针在扎一样。啊，钉在这里最好，你若无拿的电击吼，马上有力啊，真正的哦，真正的。自己旁边，如果再盯下一点就惨了。对啊，那虎头蜂打完就说，如果盯到那里的话，隔天就肿起来，那就不用再吃那个，是肿起来。小导演都很辛苦哎，真的冒着生命危险。那个时候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顶楼，因为我们两个地方在拍摄，就是下面的人在看往上拍，然后因为那个地方那个主人认为说那个地方哦不让我们进去，但是我们就架两个地方拍，结果下面的时候一掉下来，一半的那个虎头蜂窝掉下来，全部飞出来了。下面在看的一些邻居左右，我还有我们工作人员吓死了。为什么？因为风啪跑出来，你刚才可以看到，就跑出来很多。对，那楼顶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拍，无故的拍，没想到那个时候风窜上来的时候，是很快就把它打到肚子上，冷静。你知道他那个真是很幸运，刚刚王峰哥说他有被叮过，我也有被叮过掌心啊，因为有一次就不晓得去，可能不小心去碰，然后他就遮，还好遮了，我赶快跑得很快找地方掩埋。你知道被遮到的时候那种刺痛感，刺到骨子里面，然后是整个人蹲下去，你根本没有力气站起来的，很痛。其实按照这种情况，按照他们消防队还有那个阿文这个虎头蜂达人告诉我们的方法是 ，people 哈，第一个就是先用自己的尿。对，没错。好，这是第一个。那还没有完全好。先抹哈，抹这个被叮的部分。第二部分呢，就赶快要去送到医院去打针。因为如果有人的一般的人的体质，如果免疫力比较差一点，一针就挂了，没有。所以一定要按照正常的一个程序，就是说在你在荒郊野外，第一个先把这种自己的尿先把它涂好之后，赶快到医院去说，哎，我被某种蜂给叮到，对，那么应该怎么样打什么针，一定要打针，否则有的人在那边明天就肿起来。因为尿里面有阿摩尼亚，对，我小时候被叮两个哈，叮在头这边也是一样，到卫生所去擦阿摩尼亚。好，教了大家这些简单的常识，那么很重要的是，到底这些美酒是怎么样制作过程呢？这泡酒的过程是又是怎么样？请看下一段的影片。拿到了虎头蜂窝之后，阿文究竟要如何来配制活体蜂蛹酒呢？阿文有一台秘密武器，但是他说这是他的秘密，不能够公开。我们昆明小组也不便加以介绍，但只见他将一袋袋虎头蜂窝放进这台机器之后，就看到了一只只的虎头蜂像是飞蛾扑火般朝着放有米酒的酒瓶里面冲。啊，这个伊即卖啉到的酒啊，伊就喷毒液啊，即卖喷出来那个都毒液啊。楼梯就丢了。不到一会儿，就看到阿文从这台机器的后方拿出了一片处理过的蜂巢。这是小的蜂蛹，等到大的时候就会冒出蜜蜂出来。对，啊，这有人提来生食了，对，安尼提来食。对啊，对，生食。啊，无像嘴丢来食。我早起拢食龟瓦公。龟瓦公。食骨头也袂疼，啊，袂老，啊，袂老，甜甜啊。来，好，吃下去。哇。我先生长你面了咧，这个营养最好。安尼哦，早起头灯发偌多了。哎哎哎，我看到你本身，你拿一堆吃给他们看。哦，这贵我都吃一个。我你那个贵胖个第一只嘛，我见到对了。这可以啊，你
欢迎你来吃什么？是安尼安尼，食的冻骨就骨就倒落去了。哦，这老大哥，你就是拢食安尼一羹拢冻骨就倒落去了。哇，是是是是是。蜂巢里蠕动的蜂蛹，有人敢吃，有人不敢吃。不过阿文说，这就是配置喝了让男人砰砰叫的活体蜂蛹酒的珍贵秘方了。啊，今麦你那边哪处理呢？我今麦就是迄、那个对咱骨头较有效，这个就是迄、那个加汁有无？还是加汁部分就是这个白白这个啊？嘿，白白这個，白白这个甲夹开。啊，这拢佫是讲啊幼虫啊？伊、那个这是慢慢会变这个成型，那个规只秘方啊呢？哦哦，你够分哦！哦，我是习惯的是，这乌乌后边这撮，这就是排泄物。哦，啊，这就无好。啊，不过排泄物嘛，你食，即卖有个人什么昆虫，什么一放的物件嘛，就在作药啊啥。哦哦。阿文，即卖安尼，即卖开始拍骨折。嘿啊，拍骨折。哦。啊，你要加米酒。嘿，就爱加米酒啊。安尼就够了哈。好来。来。哦，这就安尼夹好一阵对。嗯。挂，免挂。卫生，哎呦，别再用挂，别再。我马上就变成那牛奶色安尼吼。对。哇，这上好啦。哇，不要，搁摕来，紧。哦，哥，那牛奶色你看，来。好喝又好喝。好喝。小孩子要喝哈，就是加那个温开水就好了。啊，如果男人要喝呢？那当然是用酒啊，就是半小时之前喝还是一个小时之前喝？嗯，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哦，半个小时就可以这样子对。嗯，好。明仔赶快那个弄掉。好，谢谢。哇，原来这整个泡酒的过程这么样的繁复哎，难怪你看左邻右舍邻居全部都出来抢了。他隔壁的另外一个那个欧丽尚哦，六十几岁，你看红光满面。对呀、啊。他说每次阿伯拿俩等来，他就赶来，为什么？哎，帮他，哎，我帮你挑，然后挑的时候，然后哎帮你挑完他就自己吃。自己抢着吃。然后呢，他阿伯讲他女儿也是小，差不多三那时候是三五岁而已，整盘拿来吃。所以他头发特别的黑，很茂密，皮肤昂粗啊！亲爱，难怪我们未来工作人员以前叫他们吃什么都不吃，这次自己吃，吃了十几次。不，最主要是他这个喝了之后，对男人的那种功能是有帮助，然后那种固筋骨。有啊，不是啊，峰哥啊，你问人家了，棒棒的。哎呦，亲戚啊，啊，女生就会端。对，女孩子大概就会比较有，它比较有养颜的作用。这个就是那个现打出来的。现打出来的，对。哇，你看，我们新哥显然已经有这种实际的这种体验。我是觉得喝了这种感觉像，像胃下来在体修给。真的，难得帅女的美这样子哈。只有我一个是黄色的。我们好幸福哦。哎，我第一次在节目上可以喝这么多酒，哎，对，表示这种酒是很棒，因为这种酒，我是现场采访，觉得它的调制过程其实没有添加其他所谓的中药剂的都没有，就完全就是天然的东西。这种的比较好，我可能等一下这三瓶我就带回去了。对不起，你今天晚上要去哪里？没有，因为呢这个还不够厉害，等一下给你们更厉害的。现在曹新哥要带大家，所有美丽的女性朋友去找这个会让你春心荡。同样的美酒，美丽大方的女人，男人都爱；性感尤物，男人更爱。到底哪一种酒让女人喝了之后会心花怒放、春心荡漾呢？窥秘小组在走遍台北市各大夜店之后，终于在东区找到了一位 bartender 牙签，他所调制出来的私房酒，据说让女人喝了之后都特别的嗨。现在就让我们去一窥究竟吧。在台北的夜店里面算是有名的这个调酒师啊，那我想请教一下，一般来讲，你们调酒里面哪一种酒会让女孩子喝得比较嗨的？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我推一款是红牛饮料，它算是最近几年在台湾发展的算蛮成功的一个饮料，它算泰国的蛮牛，他们会在里面加一点伏特加，然后这种酒算是比较后知后觉，因为算瑞布它是一种。强化机能身心的饮料，对，它是喝起来你会比较振奋精神，可是通常是越喝，你会不知道已经沉入那个漩涡里面。啊，真的假的？对。而且那现在我们这里来了三个漂亮的妹妹，是不是请她们来喝看看？没问题，没错。Hello， 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不好意思，那这要酌量的视角。它特调的一个饮料，不错。你们等一下喝完看之后，我可能会请教你们喝之后的感觉。
怎么称呼你？我叫可乐。可乐，你呢？我娃。Hello， 你呢？双双。你可以再加多一点，要不然你会很浓。嗯，好喝吗？还不错喝。雅青调制出来的这一杯调酒，三位妹妹喝了之后依然故我神态之后，在大家的起哄之下，雅青终于拿出让女人一喝就嗨的私房酒。很急嘛，所以唱了大概第二首歌之后，就是偷偷想说去上个厕所。结果呢，一进去哇，厕所门被反锁，我想说糟糕了，女厕被反锁，我就在外面等。等到最后呢，奇怪，哎，怎么有一个男的从里面走出来呢？大家的起哄之下，牙签终于拿出让女人一喝就嗨的私房酒。那你就调浓一点的吧。先调。先调再说吧，还不见得会醉。对，我们的酒量多好。那我不调，我先给你喝这杯。那不要给谁？你那不要给谁喝的？就给我有钱这位女士。好，给可乐。这是比较特别的一杯酒，是我们叫它称为茴香酒。茴香酒。茴香酒，这可能吸管要给你。那我会教你大概怎么喝。有火焰有没有看到？有。熊熊的烈火。很迷幻。哇！准备好了吗？可以。不好意思，一口。一口。味道比较特别，等一下先我们先很香，很香。然后你把吸管插到这杯子里面，然后你用力吸，然后吸到底。嗯，这个杯子里面是都是发酵茴香酒的味道，有点呛哎。对，可乐的意思是有点呛而已。有点懵了吗？有开始感觉懵的感觉了吗？啊！怎么，我们旁边有个帅哥要跟你要电话呀？又辣起来了！辣起来！这杯一定让你热起来。这是什么样的酒？这是我们店的蓝宝坚尼，这是算我们招待寿星的一杯酒。真的？对，这杯酒蛮特别。也是要一口吗？这要6秒。六秒，听到没有？一次喝完吗？六秒。对。哎，注意，来。这算对，嗯，通常是来我们认识的女生，然后喝到这杯了就回去，就很有效果就对了。对，那好，我们就开始计时6秒，对不对？对，我说开始，然后开始算计时。这边就叫明天见，就对了。对，喝完以后就明天见。呜，开始喝，开始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可以吗？好，有没有开始有感觉？有晕的感觉。已经有晕的感觉了，还蛮烈的。真的，那就开始寻找目标了。有没有开始寻找目标？有。牙签果然名不虚传，他所调制出来让女人一喝就嗨的私房酒，三位妹妹在品尝之后不久果然就开始热火燃烧，春心荡漾了起来。春酒美女加热舞，夜店里男男女女在几杯黄汤下肚之后，一幕幕令人料想不到的欲望情节也开始在暗夜里悄悄的泛滥。我是看过有很夸张，就是平常我们看他是那种老处女的样子，那有一次我在 pub 就碰到他，然后就看到他就是整个喝懵了，然后跨坐在男生腿上，就跟他形象完全不一样这样。那你如果对
这个调酒师觉得他很帅，有没有什么动进一步的动作？就会常常去点酒啊，跨在吧台上啊，找机会跟他聊天，就趴过去就假就装不懂啊。女生的酒量跟好感度是成反比，她对你没有好感的话，她酒量就很反啊。这里有好感的话，酒量就变差了。有道理。有没有因为喝了酒之后就对人家消失掉了？没有，但是我朋友有。哦，这样的吗？什么样的情况？就一再跟两个老外就嫁了就走了。是哦，不是黑人吗？还有在直接在厕所的也有。哇，好嗨呀！对，哪些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案例？厕所的见很多哎。对啊，真的。原来夜店里的厕所也已经成为男女酒后干柴烈火一触即发的温床。酒后的夜店春色无边，处处充满经验，也处处充满情调。家夜店啊，那个bartender调出来的酒让女生喝了以后变豪放女。对呀、啊，这个地方真的是太不是我很喜欢家。你很开心啊，三个辣妹陪你，三个辣妹陪你。不过那天我们比较辛苦，就是我们后来还去抓风了，所以就后续就留给我们其他人处理了。哦，这样哦，我以为最后是在那边结尾啊，你没有去他们洗手间看？我们有去勘察地形，但是后来还知道，冷痛就赶快离开了。有勘察地形，没有使用地形。没有使用。哎，那悠悠，你有时候去夜店驻唱的话，去厕所会不会遇到那种尴尬的场面？常常有啊，有时候就是很急嘛，所以唱了大概第二首歌之后，就是偷偷想说去上个厕所，结果呢一进去，哇，厕所门被反锁，我想说。糟糕了，女厕被反锁，我就在外面等，等到最后呢，奇怪，哎，怎么有一个男的从里面走出来的？那个女的，哎，一分钟之后才走出来。像我们上次有教各位观众朋友去厕所，先往那个下面看啊，有没有四脚兽啊，还是什么三脚？现在的技巧已经到看不到脚了。啊，不然呢？人一定要破门而入了。好，哎，可是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bartender调的酒，有一些是让你喝了会想找人家吵架打架？你去哪里呀、啊？那我但是有的喝了就是很晕啊，然后很漂亮。像我超级爱喝这种调酒，我觉得调酒基本上都是针对女生，因为男生比较不会喜欢这种花样，但女生喜欢。像刚刚你们介绍酒我都喝过，真的，而且的确是一杯就挂，都是六秒钟就挂。可是你在喝之前那个氛围就很有 feel， 因为他帮你调，然后又弄那个火焰的时候，你就觉得。好棒，尤其旁边又有一个帅哥请你喝那个酒，你就整个把它喝完。但是真的喝完就挂，马上就挂。那这样很危险的，有一些比较单纯的女生就被人家弄去了。因为调酒其实它的酒精浓度非常高，对呀。不要以为说它只是花式调酒，只是水果或什么，不是。我以前都比较喝那种老式的什么 Long Island Ice Tea， 然后现在可以换了。我都不知道已经现在弄到那么新潮了。但是我很好奇是哪一个人。调的酒让你觉得很想发脾气？会啊，有一些酒就是喝了很不舒服的，不会像你们讲的这样子飘飘然的感觉。因为王鹏哥应该就看过一些人，他喝了酒就失态了吧，出糗。哎，我们接下来要开始讲那个爆料了吧？对呀，对，开始爆料。不过我还好没有喝太多酒，所以应该不会失言哈。不过也蛮有意思的。我们想要看你失言失态。有一个美国的作家哈，那个时候台湾对中国还在抗战。他就到大陆去啊，然后当然是访问这个蒋夫人啊，还有访问蒋介石啊，然后蒋介石也很好客啊，然后就开了一个 party 欢迎这个美国作家，就是说欢迎这个美国人来中国，但是那天晚上呢，女主人可能就比较嗨啦，然后就也跟他喝了很多酒，喝了之后呢，哎奇怪，哎蒋介石说奇怪，半个小时了怎么？没看到这个夫人，夫人去哪里了啊？然后又等，左等右等不见，然后这个美国作家也不在，他就觉得奇怪，怎么回事呢？啊，我看到那个记载啊，他就带着这个枪兵啊，带着这个枪兵到处搜啊，搜老半天没搜到啊，他非常火大啊，非常火大，他以为说这个一定是宋美龄啊，带着这个美国作家不晓得去酒后不晓得去做什么去了啊，戴绿帽子，所以这个事情听说后来就闹得很大。还有一个哈，还有一个台湾的证实吗？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我们就保留一个浪漫的，还蛮清醒的嘛，保留一个浪漫的空间。还有一个台湾的一个政要，台湾一个政要，他啊不喝酒还好，一喝酒哈就会认错老婆啊。有一次呢就喝了酒酩酊大醉，然后回到家里面看到老婆
一堆官夫人啊，正在聊天，正在那个。他呢，二话不说，抱了一个女的就进房间，他以为是老婆啊，抱了一个老婆就进房间，他以为是他老婆，不晓得是故意还是真的这个弄错了啊。然后呢，假醉，也许借酒装疯，然后就到房间里面。到了第二天醒来说，哎，怎么会是你？然后说，对啊，怎么会是你？两个都装醉，对对，欢庆俱乐部就这样开始的。对对对，这很有意思。喝酒就醒了。我好奇那位大官是谁。欸、这个女的也这个必须我这杯酒喝完再说。是跟我要说的那个是同一个人吗？谁？你要说谁？好，我也要说这位政要。那他是那个就是名门之后，不能再形容，因为接下来要讲一些他的糗事，因为我也在场。好，那我们就要讲喝酒这个文化。刚刚有讲，就是我们中国人喜欢泡一些药酒什么。那这一次呢，就是几年前我跟这个官员出访，去哪里呢？去韩国。那之前其实我们跟韩国是有很长久的邦交，后来断交了。那其实之前我们的国民党跟他们的执政党是非常友好的。总之我们那次去就是去访问他的执政党，然后就这个政要就带了一大批的记者去，然后到那天去了之后，我们就来一个拼酒文化，你知道现在已经没有战争了，都是靠酒在这个打仗。我们不知道他喝的是什么酒，但是这一轮到那里的时候，这边又开始喝了。哇！可是他换酒，他就是每一趟换一次酒，而且酒就混酒了。他们就把我们摆平了，对不对？然后至少我还有点清醒。走出去的时候，我看到那我们是二军呐，那边有个一军。我刚才讲重点在于这个政要。好，我现在要讲了。他是五花大绑，直接抬出去了，也是倒了，直接就倒了。哇！而且他们是有备而来，他们就是要灌你酒的。那还有哪一些人会很失态的在夜店里面？失态的话其实很多啊，因为我们在台上唱歌的时候，其实都是近距离跟底下的客人。我们可不可以一边听一边喝？可以 ，OK 喽，也。哦，所以呢，我们常常会看到啊，就很多女孩子刚进来我们店里听歌，哇，好淑女哦，哇，扣子扣得好高哦。你就大概在30分钟之后呢？喝嗨了，扣子都不见了，这个裙子自动从这个膝盖变成膝上20公分了，哇，对，看得到，看得到啊，因为他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去顾及了，然后这个当然的衣服啊扣子也打开了，是，对，夸张的是他们会在舞池跳舞，跳跳的就把衣服都，哇，那曹晶哥，你看刚刚在影片中看到里面那三个辣妹，哇。这个是很不错啊，就是到那种 pub 你会感受到那种热情洋溢。是，但是在这里要跟他讲，万一女孩子主动上来说要注意，万一她明天醒来还管咬你口怎么办呢？好色陷阱，还在注意的。